九把刀小内十年秦钟，周庭宇被曝办公室桃花。可以透露一下为什么会分手吗？你到底要什么？你从不对我说。庭宇说他有祝福你，是两个人在一起了吗？还是有新恋情？是的，九把刀昨夜形单影只的开车返家，回到这个已经没有女主人的老窝，酝酿到凌晨近四点，他在脸书粉丝专页上宣告正宫小内已是前女友近十年的爱成为过去式了。你对我说你好寂寞。九把刀去年十月劈腿中视记者周庭宇，两人驾车去磨铁开房间，当时还和小内交往中的他看似有担当的紧急召开记者会，却公然对小三示爱啊！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对，所以对我很喜欢她，但是在爱情选择上面，我希望拥有未来是我的女朋友。哎，据悉周庭宇的追求者中，其中一位拜倒在他石榴裙下的人，竟然是当时还有女友的中视气象主播陈志根。他以近水楼台之便追求周庭宇，苹果读者加码爆料指出，他为此甚至背叛旧情啊，与女友切八段。身边连续两个男性本来都有女友，周庭宇难不成轮回在小三道啊？有男方急着澄清说，周庭宇只是同事啦，无关他和前女友分手，他跟周不太可能交往，说背叛太牵强。那你有考虑把他送进追回来吗？九把刀今天下午出门用餐，面对所有提问人置若罔闻，正如他脸书所言，感情的种种放在心中不会多说。哎，至少这二十四小时内是这样子的。苹果娱浪爱是有开口啦，吃铁板烧这样报道。全民当记者，全民做公益，独家爆料给苹果，仅采用照片1000元，影片2000元，这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你爆料我捐款。